主料，金针菇150克，五香豆干20克，辅料胡萝卜10克，香菜葱生抽2大勺，香油1大勺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材料集合图：金针菇切除根部相连的部分后洗净，五香豆干片薄切丝，胡萝卜削皮切丝，先用少许盐腌软，再用200开水冲净沥干，水半锅烧开，先烫豆腐干，再烫熟金针瓜，最后和胡萝卜丝一起放入大碗内，放入洗净切碎的香菜和葱，再加入调味料拌匀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